猪蹄儿，First blood。全军出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别问我上台到底有啥说的了，别问了。问好几遍了，还问？再逼我明天我就去当美国总统。哇，可如雨。再抠一下啊，啊别哦哦哦走呗，抠一下啊，记住石头人一定得有底下这三重啊，也不能三重吧，双重，底下这双重的东西。才可以 Q 人，如果没有少了另外一个那是不行的啊。Q 你一下，他攀升的怎么样，这是他一直放 Q 也挺恶心人呢。等个壳子。Q 一下王者来了，哎 ,JW 点烟闪现打不着，别别别别别别别。气坏了这潘森，气完了，画质怎么这么糊，别跟我说糊啊，昨天我已经调了一天了，要今天还糊，就把你们给带走。抠一下，走位走位走位，哎呦我，现在可以一直抠他了啊，抠一下，等个包皮，抠打破了拍地板，平 A 平 A 躲了一个抠，这波可以打，平 A 平 A 抠一下拍地板。他抠空了一个，身为一个石头人要自觉的近战兵不要去补，知道吗？因为补也补不着，我也不是 bug。好，回家865出一个发电机吧，新苏苏你糊不糊，
又糊了，那咋整啊？哎，凑合看吧。要药材，我还没吃饱。干啥呀？不会装。关键你买显卡、啊，都不如直接全换了。显卡多贵啊？一万多。那你要换电脑吗？行，那么玩吧，别着急，别那么玩，没准一会儿就不糊了。不用，他们一会儿进来糊的话，就你们就跟他说一下吧，跟他们糊的就调一下蓝光吧，抠一下，这波可以秒杀吧，最好再抠一下，哇，抠一下，我的，他跑了。哇，抠一下，好小子，把E用了。他药有点多呀，他买了三瓶药。你为什么要买三瓶药啊，兄弟啊？不亏钱吗？你不买小药，买三瓶药，跟我比这咱俩谁蓝多，是不是？你抠我，我抠你，今天咱俩就互抠，我抠你。我再抠你，吧。哎，说完了。别吵啊，大家别吵，不要你就。这个糊和不糊这个事儿又吵起来了，别吵啊，别吵，糊也正常，不糊也正常，啊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让大家糊了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我们歇这玩意儿，多少钱？2150。我差点钱怎么办啊、哦、潘森去下路了啊、哦、不对，潘森在那里呢、嗯、我差150块钱怎么办，我想去吃口屎然后回家。跟我上路赶客潘森呢、啊、兄弟，勾引一波，插个针眼儿，勾一下，漂亮，这一勾拍地板，人有点多，别急啊，先闪一手，这勾一下，杀了，进夫救我。抽一下，走呗！救命啊！钱够了，回家。其实我还是差150块钱，我挺难受的，我皮还出不出来。
守下中吧。嗯，我已经是全速，没事，我会凯瑞我的队友们的。帮你打个蛤蟆行不行？扣一下，哎，烦死了！这英雄带挡技能的，再扣一下。扣一下，死了。三二一，吧！致命点烟，占我便宜是不是？我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，要戳我的兵，小伙子啊，你啊有问题你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。直播间有没有玩魔兽世界的？是的。哎，我给你扣他一下。问你们一个专业的问题。你说一个德鲁伊，一个平衡德，首伐牧场，就是那阿拉西啊。有的人可能听不太懂，不过没关系。守阿拉西，守一个 DH 能守着不？先来个爆裂魔杖。守不住哈，确实守不住哈，因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啥技能啊，两个晕他就能开启。那你说我到底交不交章？我交章，人家死亡之握，人家又在那开。下边我没章，他过来啪又两个晕。两个晕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谢谢黄子儿，确实守不了哈。我昨天以为我自己菜呢，后来我发现好像问题确实守不了。行吧，这件事到此结束。为啥我守？那给我分配了，让我守啊！我们家没人守，你让我守。下路杀个卡莎，有 E 没有？有没你 E 没有 ？E 一下子，上路咱就不守了啊！我现在56秒一个打，我们不打他啊，他直接欧欧欧欧小兵了。哎，来人了。别着急啊，啪！先杀鸡，啊，先杀鸡，打他蛋 ，Q 一下 ADC， 啊，直接一拍地板没拍着，杀 ADC， 漂亮，闪现 Q， 拍地板 W 一个 Q， 哎呀，你大爷的！
你咋这么能抢呢？你都抢我多少个了？操盘是不是操盘？我跟替你们说了，行不行？回家了。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我看这玩意儿能出个什么？爆裂魔杖，好像没啥能出的呀，也就法穿棒了。算了，这波我先不出装备了。我来啦，双 buff 我要了，这么用吗？我靠，这也太肉了，这莫干辣有点肉啊。抽一下这个鸡，你们都砸塔呀！我抽一下算什么？没血了。不过我们大招马上好，吸地非常快啊！这蓝 buff 我要了。算了，杀辅助啊，杀辅助。不杀那莫干辣，杀莫干辣，那莫干辣有可能把我反杀了。杀辅助一定能杀，我要是杀莫干辣，他百分之百给套盾。我们不着急上啊，先抠莫干辣，把他抠死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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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抠一下，走位。哎呀，走了，没有眼儿，我们撤。可能还能给我个助攻呢，这二十层美甲窃魂卷，先来法穿棒，再来猫子，最后整个星界驱驰。这个蓝 buff 是我的了，你有蛋吗？他没蛋。没蛋那不随便杀吗？随便杀，这什么意思？漂亮兄弟，咻咣，抠一下，拍地板 W 致命点燃，看你的了。把一塔拔了，抠一下，走呗！哎呀，真肉啊！卡莎搁右边呢，先抠一下卡莎，卡莎死了。我跑的比较快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尝试一波杀潘神，他可能搁天上就死了。哎呦啊，别急啊，在这里别动。这个视野他们不知道啊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在这儿等一等。咻！怎么的这鸡呀？这鸡怎么回事？这鸡打他蛋，你大爷的！金鸡独立。救一下黄子儿，黄子儿为啥没过来呀、啊？黄子儿，哎呀，闪现了潘森，来个大棒子，黄子儿这波怎么没上当呢？
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还行，有助攻。把这卖了，再来个大棒子。我们现在可以只搭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们觉得他是谁？拿小龙，对面有三条小龙了。就鸡吧，行不行？就大着鸡了。又是这个潘神，哎，这英雄咋那么烦人呢？我决定了啊，我只打潘神。这潘神可太烦人了，这潘神。哎呦我进夫，还得是这进夫。哎呦，这女人呢？对呀，这不随便打吗你？凡人是凡人的是莫干浪，不是凡人的是潘森，潘森特别凡人。我们大招54秒一个，我猫着出完，我真的得要一个星界驱驰，那个东西加30%减实力。没事，我的队友们都赢了，对面还剩一个，我吃点猪蹄儿挺好。哎呦我！小法师死了，进夫说了一句谢谢啊。想必我是真的杀两个人了，我发现。嗯，我要再不杀两个人，他们真以为我没什么用了。这潘森我看见他就烦，真的，这潘森我看见他就闹心。我应该死不了吧？啊！快跑！干嘛呀？再等一波队友了。盯着我的人有点多。
十秒有大，七秒。哎呦我这鸡，哪来的 ADC？ 溜了！我今天不把这潘森杀了，你给我把他杀了！太可气了，这潘森！哎呀，这鸡没死吗？啊，我才记得这鸡没死，鸡没死，这有点烦了。不行了，我得整个沙漏了。不等沙漏有点活不下去了。一会儿我决定把美甲窃魂卷给他卖了。嗯，现在卖了能出沙漏不？啊，现在卖了钱不够，等一等吧。打他蛋！小龙兄弟们，先把潘森给我杀了，追追得漂亮，都得死，丢。小龙，哎呀，没事，他没有大。进夫去了，进夫去了，进夫去找女人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个大龙。他盯了，他金鸡了，哎，还换了一个可以，大龙吧，咱们把大龙打了，我去找这个莫甘娜去，这莫甘娜100%得过来啊！三二一，莫甘娜出现，快跑，兄弟们！这个莫甘娜反应速度有点快，我寻打他一手猝不及防，没想到他直接往后退。啊，反正我大招冷却时间快，把莫甘娜先杀了，杀潘森了，扣一下扇子妈拍地板，别杀我，我不值钱。小法师怎么跑了呢？逃兵啊！我把美甲窃魂卷卖了，我决定，我不配拥有这件装备。不能说进夫了，啥意思？我大招现在38秒一个，也就相当于是什么呢？他们家复活的时间等于我大招的时间。如果我再出个星界驱驰，那就是30秒袭击。我们想杀谁就杀谁，除了莫甘娜不能杀以外，其他的都能杀，因为莫甘娜太幼了。你怎么的呢你？
你呀、啊，他反应好快呀、啊！大龙，正在呢。看起来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。我去杀个鸡吧。预判大招。他指定得盯，我们赶紧跑，我们连头也不回，我就知道他得盯，他指定盯我，我赶紧溜了。可以打，这么个辣我截住他，拍地板撅个抠，可以拍地板，叮，抠一下拍地板，有没有人救一下呀？你也有钉啊，这么多钉，谁 S 大八包？漂亮，拿去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大招好了，我这大招36秒一个，对面4个钉，对面5个钉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天！对面5个钉，我们家2个钉。